爸爸跟妈妈祈福，让他们身体健康。分不出脸上是泪水还是雨水。来自后里的这对姐妹双手合十，哽咽求妈祖：不要受病痛，尽量的减轻她的那个痛苦。因为妈妈中风不能讲话，她的痛苦我们也能够感受到。姐姐与妈妈同住，长期照顾中风的妈妈及身体状况也不好的爸爸，肩扛压力不小。虔诚来找妈祖祈福的，还有来自云林西螺的王先生，一家三口。104年之前求职了5年，然后一直求医，然后人工受孕都没有成功，然后后来祈求那个白沙土妈祖，然后就我那当年104年走完隔月就怀孕了。雨中追妈祖，小二女童就坐在罩着防雨布的推车里，一张手绘图画出小学女童的背影，还写着老师同学对不起，班长要去追妈祖了。当初是我先生背在胸前，然后抱着，因为我们之后讲说怀着一份感恩的心，每年都想要来跟随着妈祖进香，这样感念妈祖的帮助，虔诚连走10年。队伍中还有这位帽子姐，我希望这次白沙屯妈祖能够去帮忙那个彰化那一对姐妹，这是我这一趟走的心愿。彰化深港陈家三姐弟上个月回家途中遇车祸遭撞击，两姐妹重伤，10岁姐姐苏醒恢复意识，但9岁妹妹仍昏迷，尚未脱离险境。近日正值白沙屯妈祖进香，信众虔诚祈求妈祖能去看看他们，让奇迹出现。三立新闻中部综合报道。